你什么时候醒的？一个小时前。那你怎么不叫我？爸妈那个顾一会儿又赶来了。我打过电话了，让他今天晚点过来。哦。那我也该走了，晚上我爸妈肯定要着急了。对了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以后我们就两清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之后的每晚都可以过来，一直睡到离开九阴镇。等一下，齐先生，经过一个晚上的证明，你确实是个好人，但是这并不表示你……我有很严重的失眠症，之前每晚弹钢琴都是因为睡不着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你躺在我旁边，我就能睡得很踏实，所以。你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，我会付给你报酬的。当然，你要不愿意也没关系。总之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哦，失眠症，而我是他唯一的特效药，亏他想得出来。他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怎么办？